13日，有八卦媒体爆料，4月7日，魏大勋在上海拍完戏后，与杨幂一同乘车回酒店。期间，男方助理给两人购买冰淇淋，两人在酒店门口甜蜜吃完冰淇淋后，一起上楼。说别人会问，如果你谈恋爱了，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吗？我说我应该不会吧，但是如果我被拍到的话，你来问我，我会承认的。而杨幂曾说谈恋爱被拍到会承认，现在她和魏大勋都被拍到那么多次了，估计离官宣不会太远了吧。一起来看看两人在节目中的甜蜜互动吧。你吃葱的样子很优雅呀。对，是吗？怎么了？哎，姐姐，你这后面这小绳这是干啥的？给我自己衣服。驾。但是你整成杨幂的样子，应该你很满意的吧？我想死你了！哎呀。